哦，我是刚刚主播背的锅，然后那个，啊，那个我多少一下，理论了，嗯，我卡了吗？有人吗 ？Hello， 你是在逗我吗，凡凡？啊，我卡了吗？真的假的？哦，现在好了啊。其实那个，我今天本来想，因为我童年喜欢水冰月嘛，结果呢，那个卖家给我准备了一个魔术棒，我感觉跟这个主题好像不太符合啊。我说你随便给我买一个魔术棒就可以了，结果呢，他给我买了一个，就这个，好像有点。我记得以前看那个水冰月都是那个什么月能镜威力变身，这怎么变呀？请问？所以呢，就是果断，还是把它放下来了。然后呢，今天是儿童节的主题，然后希望大家永远拥有一颗儿童的心。虽然我们都才8岁，然后呢，点一下麦上主播的关注。啊，还有那个刚刚那个不靠谱的凡凡的关注，还有水哥关注，温妮关注，波波、星、橘子的关注，谢谢。